为着要让乡亲袂阁行去病院，罗岗基督教病院是定期伫一楼大厅，拢会举办各种的展览，提供予乡亲观赏。希望透过展览，会当舒缓患者的情绪，唔但会当放松心情，嘛会当帮助着因的病情。这一件一件的皮雕作品搭配着书法，让作品看起来是特别有艺术感。罗岗基督教病院为着要让民众对病院有惊吓的感觉，是定期伫一楼大厅举办展览，提供予乡亲来观赏，舒缓患者的情绪。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医院、病院啊是做恐怖的所在，所以阮，罗岗基督教病院伫罗岗，因为罗岗是一个古都，而且它的艺术文化非常的丰盛。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大厅，把鹿港的相关艺术家他的作品做一个呈现，让病人进来这个大厅的时候，可以看到漂亮然后有艺术的作品，自然心情就会安心不少，也可以帮助他们病情的缓解。那我们鹿港基督教院未来会在这个地区陆续的结合鹿港相当的很多的艺术家，在这边做这个的呈现，希望大家都身心灵得到很大的满足跟快乐。这次展出的是由鹿港艺术家施敦仁所创作的皮雕，在皮雕的作品上搭配着书法大师吴兆勋所写的书法，让整个作品看起来是更加特别。皮的东西它还是算是动物的牛皮，它算是活的，你要去怎么去拉扯，怎么去帮它做立体，帮它上色，帮它做一些挤压雕刻，它一样可以呈现出一张很丰富的一张图案出来。那这次的主题来讲的话，因为皮雕这些图案来讲，你所看得到的东西，它有配合皮雕，你在上面可以看到皮革雕刻出来的效果，然后可以看得到书法，因为这个是我们鹿港有名的书法家吴兆勋吴老师，他直接在皮革上面题字，好，那你可以看得到书法，可以看得到诗词，有多种的艺术，多种的那个材质在上面。你可以一张图里面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多元化的艺术成果。这次展览的皮雕作品总共有18件，欢迎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到鹿港基督教病院一楼大厅来欣赏。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